美媒《一九四五》报道称，解放军海军对于航母的需求可能达到六到七艘。而且，美国专家彼得苏秋·苏丘也引用中国军事专家的话表示，中国海军服役的零七五型两栖攻击舰也可以改装成轻型航空母舰，这样中国海军将拥有十五艘航空母舰，足以满足解放军海军的任何需求。美专家分析称，从本世纪初到现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经历了一次重大的转型和改革，已经成为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海军部队。 在这一段时期内的造舰潮中，中国海军连续爆并一百多艘驱逐舰、护卫舰以及航母等主要的作战舰艇。中国海军的总吨位在短时间内就突破了二百万吨，超越了俄罗斯，正式成为世界第二大吨位海军，正在快速追赶美国海军的三百万吨。而且在航空母舰等领域也在快速追赶美国。此前下水的福建号航母就是一艘超级航母，而现在解放军将继续建造第四艘航母。中国的航母计划就是一共建造六艘航母，然而。 中国海军仍将需要更多的航母，以充分实现成为印度洋太平洋地区和其他地区大国海军的雄心。而解放军仅大型的舰队航母就需要六到七艘，以应对南海、台海、西太平洋等地区不同的挑战。中国海军一共由三个战区海军共同构成，分别是北部、东部、南部战区海军。一个战区海军至少需要两艘大型的舰队航母进行轮换。未来，为了强化中国对于印度洋航线的护卫，还需要一艘舰队航母。 因此，未来海军需要七艘大型的舰队航母才能够满足其基本的需求。当前，解放军三艘航母可以说是远远不够的。作为权宜之计，解放军的零七五型两栖攻击舰也有可能被改造成轻型航母。这些舰艇目前作为直升机航母服役，通过给这些舰艇配备弹射器，零七五可以搭载固定翼飞机一起作战。目前，解放军已经订购了八艘这种船，有两艘正在服役。也就是说，经过改装后。 解放军将拥有八艘零七五轻型航母，加上七艘大型的舰队航母，解放军的航母总需求量将达到十五艘。那么，解放军真的需要这么多的航母吗？实际上，解放军的航母用途和需求与美国海军存在巨大的不同，这是决定中国航母所需数量的关键。对美军而言，航母是其维持海上霸权的关键力量，也是美国军事霸权的拍头兵。美国的航母要承担的是在全世界范围内对陆打击和海上决战等任务。 因此，美国建造了十一艘航母后，还将几艘大型的两栖舰改装成为了搭载 F 三五 B 隐形战机的“闪电”航母。而中国海军建造和使用航母的目的，当然不是和美国海军一样为了维持世界霸权。对于我军来说，航母的用途就是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以及海上贸易线路。至于什么海上决战等任务，则是以解放军海空火箭军等力量为主体，结合侦察卫星、超音速无人机。 侦察机构成的区域拒止反介入体系构成，对来犯之敌进行立体式的多维打击的综合作战体系。说的明白点，我军的航母主要任务就是自扫门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以及承担护卫贸易线路的任务。首要的目标就是护卫我南海、台海等地的海上利益，加强解放军对于中国附近领海的军事控制能力。其次则是前出印度洋地区，护卫印度洋的海上贸易线路，中国和其他大国的经贸往来。 都是通过印度洋马六甲进入或往返中国的这条贸易线路可以说是生命线，而且在近些年来印度军方人士屡次放话威胁的情况下，不得不重视这条贸易线的安危。因此，我军的航母需求就很明白了：南海需要两艘航母长期轮换，东海、黄海一艘或者两艘航母，印度洋上也要常驻航母维护贸易线。而根据美国海军的经验，在远离本土的印度洋长期部署航母，至少要确保三艘航母轮换。 因此，海军内核式的航母保有量就在六到七艘之间。至于改装七十五，则完全是画蛇添足，没有任何必要，反倒还会破坏海军两栖作战的能力。有这时间和投入的成本，还不如去新开工建造航母来的合适。中国的实力正在一步一步的加强，正是由于这样的发展，才让世界都对中国刮目相看了。早期的发展当中，我们一直被其他国家压一头，无论是在技术方面的发展，还是在一些科技的研制上，我们没有办法做到优势。 而在发展的过程当中，中国也意识到了一点，所以在这里投入了更多，这种取得的效果是比较不错。而很多的高精尖技术领域也被我们逐渐突破。在现在的整体制造当中，有一件武器的发展是有很多人关注的，那就是航空母舰的制造。航母出现的时间已经有很多年了，但是拥有完全自主制造技术的国家依然比较少，甚至有很多国家到目前为止都制造不出航母。 在这样的情形之下，能够研制航母也成为了很多国家衡量的一个标准。中国现在不仅能够有这样的技术发展，甚至还会有更多的发展能力。由于中国已经完全的掌握了关于航母制造的完全流水线，所以在最后的进展当中，我们也更有实力。随着零零三型航母的下水，大家对于中国的制造业也有了更多的一些认识。在很早之前的发展当中，虽然一直想要有这方面的提升，但是难以有改变。 而在后续的发展当中，我们把握了这样的发展优势，在航母的制造上也有更多的一些技术突破。现在福建舰也有了一些引人注目的一大优势，这一优势就是电磁弹射。这种发射模式虽然提出的时间比较早，但是在之前的应用当中，我们没有实力支持，所以做不到这方面的应用。由于中国人不断努力，现在这样的电磁弹射技术也被我们突破了。而零零三型航母的一些整体研发以及它的打击实力，其实都非常的强。 正是由于这样的发展，才让更多人把目光投到了中国上。那么，中国造航母实力多强？在现在的整体发展当中，关于航母的制造，大家都是比较关注的。而中国的航母制造器是可以从数量的对比上来做一些补充。按照中国目前这样的航母制造速度来说，其他国家造一艘的时间，我们可以同时制造四艘超级航母。正是由于这样的优势，才让很多人都觉得中国现在的武器发展很快。 尤其是在航母以及这些驱逐舰的建造上，都呈现的是下饺子的全球能力第一水平，这样的评价非常的高，但确实也是我国目前的发展实力。其实从驱逐舰的制造开始，大家就有了这样的发现：我国海军是发展的比较晚的一个军种，而在对战过程当中也在这方面吃了很多的亏。为了能够弥补这样的缺陷，在后续的发展当中，我们也一直在做弥补，而很多一直影响着中国实力发展的技术也在逐渐突破。 在这样的情形当中，中国的制造实力越来越强，同时在这样的发展上也有更多的体现。中国不仅掌握了全部的一些航母制造流程，还有一大优势也是其他国家非常羡慕的。要知道，航母的建设会花费很多的实力和金钱，在这样的发展当中，这需要很多的金钱作为支持。美国在航母的制造上投入也是更多的，但是中国制造的航母价格却相对比较便宜，而这些就是我们在发展上具有优势的一点。 这也是我们新谋发展过程当中的一个优势。现在既有技术上的保证，又能够在室内发展上做提升。所以说，中国的航母正常技术其实应该是更强的。在目前其他国家当中的制造能力里，中国可以说是能够达到全国唯一一个下饺子能力的国家。他们都知道航母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金钱来进行投入，但我国现在在这样在技术上有了这方面的突破，其他的方面也就不成问题了。毕竟中国的劳动力比较多。 在掌握了全线的制造之后，完成流水线生产的模式，这艘航母也并不是不可能的事情。中国在不断的发展着，正是由于这样的集体进步，才让我们有了现在这样的发展能力。在一直以来的整体发展当中，我们都没有掉以轻心，毕竟我们知道落后对中国而言并不是一个好的发展选择，只有在更大程度上发挥优势，才能够有更好的可能性。航母的制造是现代发展力必须要突破的一个技术。 现在已经完成了这样的第一步之后，我们需要做的是更多技术方面的经济以及数量上的制造优势了。虽然现在中国海军的实力发展很快，但是中国拥有航母的时间其实很晚。在印度已经使用过多艘航母的情况下，中国第一艘航母辽宁舰都还没有出现。和西方国家比，中国航母的起步时间更晚一些。英美二战时期建造了上百艘航母，日本都建造了二十五艘。虽然二战航母和现代航母不可同日而语。 不过依旧能体现出一些差距，因为西方国家忌惮中国的发展潜力，担心中国得到航母建造技术，所以一直禁止世界各国卖航母给中国。这反倒逼出了中国的强大造船业。中国通过买飞航母的方式，积累了大量建造技术，开始了自己的航母之路。在辽宁舰改造完成之前，中国曾在2008年建造过一艘水泥航母，当时还引起很多西方媒体的嘲笑，认为中国是在过航母瘾。这艘水泥航母的体积。 甲板材质、雷达、电子设备以及舰载机全都和辽宁舰一模一样，除了不能下水游泳之外，这艘航母和辽宁舰几乎完全一样。这艘水泥航母是飞行员的训练基地，海军航空兵在这艘航母上训练舰载机的起降，以保证未来能够顺利接受辽宁舰。辽宁舰上的海军士兵们在这艘航母上适应了舰载机的起降、航母的细节，感受了自己未来的工作环境。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当时中国的造船业虽然已经很强大。 但缺乏航母的使用经验，如果等真正的航母服役才开始在航母上训练，不仅有很多风险，还容易损毁航母，增加不必要的花费。加上中国有大量的航母建造计划，需要大量的海军航空兵，为了避免军舰等人的情况出现，中国需要提前训练海军士兵，让他们能够顺利上舰。在中国之前，没有国家想到过用假航母来做士兵的训练平台，其他国家或者在建成的航母上练。 或者在陆地上练，当然，像美国这种财大气粗的国家，可以在退役航母上练。起初，国外媒体嘲笑中国的水泥航母的是面子工程，不过很多国家看见中国水泥航母带来的出色训练成果之后，竟然还是纷纷效仿。这些媒体的口风也开始装备，称赞中国的指挥和预见性。可以想到，如此出色的训练方式，说明我国的航母建造策略十分理性，并且有着长远的规划。